Janice Mann 呢日就为好友严景文嘅婚礼担任伴娘，仲有四个月就轮到自己做新娘啦。唔知道婚礼又筹备成点呢？筹备啊，都仲系当中啦，系啊，即系因为好多嘢要跟啊，哇，真系好忙，日日都系开会，跟住要好多嘢跟进，但系真系唔知点解日日都忙不过，但系真系系冇一样嘢完成到啦，即系依家因为太多嘢需要去名单啊、礼物啊，包括你哋啦，即系有好多嘢，即系都要跟进，咁所以就希望所有嘢可以再完美啲咯。咁最重要嘅婚纱 ，Janice Mann 又拣好未啊？礼服就最重要嗰条裙就拣好啦，咁但系都唔系净系得一条啊嘛，咁所以其实都仲有几条都仲未定咯。